2月17号就是我们的七夕佳节了。这个七夕放肆爱，由湖南卫视打造的爱情歌会将于8月17号晚全球直播。在这之前，节目组召集了77对情侣，倾情打造大型告白现场，在特别定制的告白舞台上，大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。在深邃的夜幕下，摇曳的星光里，蜿蜒的湘江，旖旎的橘子洲，万达大楼巨幅显示着你想说的话，直白而热烈。还有上空777架无人机穿梭飞行，含蓄而缠绵。明星阵容来唱出你们的爱情哦！这个七夕和爱情歌会一起去探索爱的真谛吧！芒果聊新闻，更多精彩一定要锁定8月17号晚7:30爱情歌会哦！报道。